觉得你很不错哦，我们能不能加个微信啊？这不太好吧？和你相亲的那个是我领导。我也没别的意思啊，你送我回家，我不好意思转你车费都不行啊。那咱说好啊，只是转车费，你千万别有别的想法。嗯，那我扫你。哎呀，我刚开完会，今天辛苦你了。哎，王总客气。怎么样，今天这女孩不错吧？可以，可以。有这么个大 G， 再加上你这个司机，这事儿十拿九稳了。好事儿，王总，说不定哪天就喝上您喜酒了呢。公司最近在调整组织架构，准备选拔一批优秀的年轻人作为储备干部。我看你还有潜力吗？过奖了，王总。哎，你把小佳送回去了吗？送了。哎，王总和我们聊天呢，你还玩游戏？怎么把我拉黑了呢？啊，不会吧？我这打不通他电话了，怎么可能？王总，你多试试。你刚才送他路上没说漏嘴什么吧？没有啊，我一路上也没和他说话呀。你们真一句话都没有说吗？我哦，想起来好像有，就是他非要给我转车费，然后要加我微信。你加了？哎，盛情难却呀，王总。哎呦我，不是我做错什么了吗？金浩，我刚才又仔细想了一下，公司最近调整组织架构啊，还会有一批裁员。你好自为之吧啊！不是，哎，王总，哎，王总，哎，王总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，翻脸这么快啊？我觉得你可能要失业了。不是吧？哎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工作的。上车吧，你还愁没工作吗？哎哎，我当然愁，我跟你可不一样，你可以在家里收租，我不一样啊。那你可以跟我一起收租啊。啊？我前男友约我看电影。前男友？那你去呗，说不定再续前缘呢。那你不介意吗？我介意啥呀？我又不是你男朋友，我怎么介意？哎呦，其实我也不想去的，但是他一直欠我一笔钱，一直没还。欠你多少？值得你去看电影啊？十万？不是。一百万？不是。一千万？一万。你看我这样穿帅不帅？你穿这么好看，你说什么？你都跟前男友去看电影了，我不也得安排点节目吗？我也去看电影。你还要多久开场？我还有半个小时吧。哎呦，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得赶紧出门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咋的了你这是？可能是来亲戚了。那我要不带你去医院看一下？不用，你帮我去煮点热水吧。哎，行吧，你先躺会儿。我真的得走了，不然我真的赶不上电影了呀。不能走。干嘛？你得陪我哄我睡觉，我睡不着。从此美女与野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哎，这下总算睡着了吧。但是我这电影都过时了呀。哎，我感觉我好了。啊，是啥啊？但是现在你的电影已经开场了吧，看不了了，好可惜啊。你故意的吧？哎呀，大不了我陪你去看嘛。你不是跟你前男友约了吗？那你还跟我去？哎呀，我只想让他还钱而已啦，谁想一个双鱼男看你？他不可能还给你。再说了，这一万对你来讲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吧？你有听王思聪说的一句话吗？他又说啥了？我虽然有钱，但我没病啊！一万块钱我干嘛不要？那这样，你别跟他去，你待会儿跟我去，这个钱算我的。你说的哦，啊、你可别反悔哦。不是，哎，钱说你下个月的房子你没扣。哎。看我今天这身，给不给你长脸？怎么，你要跟我相亲啊？你不会忘记我们约定了吧？什么约定啊？对，赶紧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先评价一下我怎么样？你这穿了一身黑的，我是不是也跟你一样？我觉得可以哟。你干嘛摁一楼？地库不是负二楼吗？今天我们坐地铁去绿色出行。不要绿色，绿什么色？我要坐你的跑车。宝贝，车很费油的。你这样，你跟我来，我给你个惊喜。你什么时候加满的呀？这样子没必要，你一个月才赚多少钱啊？哎，虽然我赚的不多，但是我会省钱啊。你看我在这骑士卡给你加油，加了300就省了40多，而且点炸鸡汉堡还能打5折呢。这样真的很省的，你在哪里办的呀？这是我上支付宝搜索骑士卡免费领的，用它买王者皮肤还能打9折呢。没办的话点我评论区链接就能办了。哎呦，不错嘛，我感觉你懂事了好多，奖励你。别，你要真想奖励我的话，你就今天消费你买单吧。真是不识好歹，你问一下其他人，是他们的话他们会怎么选？我又不是其他人，是我的话我就会选你买单。哇，真帅。哎，你买票了吗？在兜里啊。你的意思是让我从兜里拿？对啊，我又没有手拿。那在哪个兜啊？你自己慢慢找啊。哎，一次就找到了，运气不错吧？
算你走运，走吧。错，我们愿意一座。不是，这是我的。我不能喝吗？你嫌弃我了？没有，就哎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疫情期间就注意卫生嘛。注意卫生是吧？啊，来，给我喝。啊？这啥呀？这是啊？